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大家同在。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午安。怀住感恩的心，感谢天主继续赏赐我哋能够实体参与感恩圣祭。喺圣祭开始之前，我哋按照耶稣基督嘅教训，喺主嘅台前承认过去一个星期生活上种种软弱不足嘅地方，我哋求主、求在场嘅兄弟姊妹宽恕。我向全能嘅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为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哋，赦免我哋的罪，使我哋得到永生。
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同你同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各位请坐。读经一，攻读马格伯下。那时候有兄弟七人与他们的母亲一同被捕，国王命人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们，强迫他们吃法律禁止的猪肉。其中一个兄弟代表发言说：你想问什么？你想由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宁死不愿背叛我们祖先的法律。他在快要断气的那一刹那高声说：你这穷凶极恶的人，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他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这一个以后轮到第三个兄弟受刑了，在命令他伸出舌头时，他就爽快地伸出，且毅然伸开双手，慷慨地说：这些肢体是从上天得来的，但是现在为了他的法律，我不吝惜这一切，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便再得到。国王和他的侍从都惊讶这少年人不怕受苦的精神。他死了以后，他们用同样的酷刑处罚第四个兄弟。他临死时这样说：我们这些深信天主许诺使人复活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可是为你，决不会复活，获得永生。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答句是：上主，愿我醒来能尽情欣赏你的慈颜。上主，愿我醒来能尽情欣赏你的慈颜。上主，请静听我的申诉，俯听我的呼号，请倾听我绝无虚伪的祈祷。我的双脚紧随了你的脚印，我的脚步决不至蹒跚不定。天主，我向你呼号，请你回答我，求你执意听我，俯听我的祈祷。求你护卫我，有如眼中的瞳人，叫我藏身于你双翼的庇护下。愿我因圣意能享见你的圣容，愿我醒来能尽情欣赏你的慈颜。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后书。弟兄姊妹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并可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赐予我们的天主父，鼓励你们的心，并在各种善功善言上兼顾你们。此外，弟兄们，请为我们祈祷，好叫主的圣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顺利展开，并得到光荣，也叫我们脱离坏人与恶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主是信实的，
他必坚固你们，保护你们免于凶亡。我们在主内信赖你们，你们既然现今实行了我们所吩咐的，将来也必实行。愿主指引你们的心去爱天主，并学习基督的坚韧。上主的话。光前功夫，请各位起立。师父，梅瑟给我们写下，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给他哥哥立嗣。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七个人都是如此。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后来连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为妻。耶稣对他们说：今世之子也娶也嫁，但那堪得来世及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相似天使。他们既是复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自论死者复活，梅瑟已在荆棘篇中指明了，他称上主为阿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人为他都是生活的。上主的话。我会复活，得到永生。嗱，呢个呢句咁样嘅话咧，喺旧约咧系好罕有嘅。我哋要承认旧约对于死人复活嘅启示，早期系唔系咁明显，系去到后期慢慢先至形成吓。咁马太福音咧系比较迟嘅。嗱，去到新约就好清楚。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哋
相信我们都会复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起身念圣经的时候，就会最后那两句就提醒自己，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今天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是我们的信仰。那复活而得永生，有得朽的生命，有些什么意思呢？为我们今天，我带领大家去反省一下，其实是相当实用的一样的。我相信死人复活和有来世的生命。好，第一篇读经来自马加伯书，这部书呢是在公元前160几年，差不多就200年前。那个时代是安提约古这个皇帝，他要求在他统治底下的人，所有人要希律化，包括犹太人，不准他们跟随自己传统的信仰，不准他们守法律，强迫他们吃猪肉。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马加伯书第七章呢就讲到有一家人，妈妈带着七个仔，个个都不肯跟随国王的命令，拒绝希律法，特别拒绝吃猪肉，因为他们法律不容许。他们忍受很大的痛苦，始终都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不肯放弃守法律。我们要问行刑的阵不是一把子杀晒他们100个人，而是逐个逐个地杀，让他们看到你的兄弟怎样死，是很残忍。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么大的勇气呢？在那个环境底下很勇敢地说，我们不会吃的，我们谨守祖先传下来的法律。给他们这么大的勇气，就是这个这样的信念，因为我相信复活，我相信永生。暂时面前的苦难是暂时的，一阵就过了，但是复活得永生，这个才是紧要，给他们很大的勇气。但我说这个启示是很罕有，因为之前是不明显的，是去到后期，特别是亡了国充军之后，在先知书里面慢慢呈现这些复活的信息。其中一部先知书厄则克尔先知呢就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神事，就说夫不都会复活，一个这样的神事，就是说后期以色列人天主慢慢让他们知道，天主不是遗忘了他们，没有遗忘他们，他们所受的苦，亡了国，充军那阵都死亡了，但天主会为他们平反，给他们终极的拯救，因为他们会复活，然后有永生。这个复活得永生呢，是给到人很大的勇气，坚忍面对目前的困难。我这个能够用在我们身上，很可能我们不是受迫害，但是我们都会有苦难的日子，痛苦的时候，记住复活和永生能够给到我们很大的勇气去面对，因为苦难始终是暂时，唯有复活永远的生命才是永远。好，这个第一篇读经。第二篇保罗在德撒洛尼这个书信里面，这个是他早期的书信，上个星期也有讲，德撒洛尼的教友呢相信耶稣就快来临，就惊惶失措，保罗就安慰他们，为什么不惊呢？不需要惊耶稣的再来的。今天呢他就用了这几句话，天主会给我们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永远的安慰美好的希望，这个就是
我哋將來會復活同得永生嘅一個咁樣嘅境界。所以人唔需要當對耶穌基督嘅來臨啊，面對死亡啊呢啲咁大嘅恐懼。呢個天主以佢嘅德能賞賜俾我哋。去到福音，嗱今日嘅福音，亦都讓我哋知道，到耶穌時代，有一部分嘅猶太人係唔相信有復活。撒杜塞人就一班唔信有復活嘅猶太人，佢同法利塞人打對台，法利塞人反而係相信有復活。點解呢啲撒杜塞人唔信呢？佢哋就話：因為梅瑟五書冇講，冇提到有復活，所以佢哋唔信。佢哋今日就用咗一個虛構嘅故事去問耶穌。點解我話虛構嘅故事呢？因為佢哋講哥哥死咗，冇子嗣，個細佬又娶阿嫂，咁呢個奇怪嘅風俗，呢個風俗咧，主要就係使到以色列人嘅土地唔會喪失，肥水唔好流過別人田啊！即係話點都有個子嗣繼承爸爸嘅產業，仍然係屬於以色列人嘅，唔會走咗去第二啲人身上。嗰個風俗習慣主要就係想保留翻自己嘅土地，但係唔好忘記，從亡國之後，以色列人早就冇土地，通通都係喺以色列，即係後來耶穌嘅時代就係羅馬帝國嘅，好多百年以色列已經冇土地嘅啦，佢哋絕大部分都係同人哋打工咁樣維生。所以根本又不會有喪失土地的這個可能性，只不過說因為為了拗撬成為神學上的一個爭論，他虛構一個這樣的故事，甚至很誇張，一家人七兄弟都娶過一個同一個女人，因為真的有些誇張，我想都很難會發生的事。但是無論怎樣，他就用一個咁樣嘅故事去問耶穌。嗱，如果有復活嘅話，復活起嚟，呢個女人嫁過七次，邊個係佢老公啊？咁其實咧，嫁過兩次嘅機會，今日都有啊。如果嫁過兩次，復活起嚟，面前呢兩個男人，邊個先至係你丈夫啊？能夠有啲困難嚇，但係耶穌答得好好啊！耶穌就話：唔好將現世嘅生活投射到未來嘅生活，唔好以為現世有婚有嫁，到來世復活之後，呢啲婚姻生活會繼續得㗎，冇㗎啦，不婚也不嫁，來世係冇。你自己的身體都容易從前不同，死的就是一個扭壞的身體，復活起來是一個不扭壞的身體。所以耶穌復活之後，那些人都認他不到的，就是說我們今天這個身體復活起來已經不是這樣了，是完全我們想像不到未來的生活會是怎樣，這個是天主的德能，所以你不需要擔心這些東西，哪个是我的丈夫啊？因为将来未来里面已经不会再过婚姻生活的了，好像天使一样，耶稣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所以解答了一个问题，不用理会哪个是我的丈夫，因为未来我们生活是跟现世完全不一样。至于梅瑟五书有没有讲到复活，耶稣就引用了一个荆棘篇，就是出谷记，出谷記裏面梅瑟天主跟他顯現的時候曾經說：我是阿巴倫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耶穌就說了，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所以這些以色列的祖先阿巴倫、伊撒格、雅各伯仍然是活著的，告訴他們，就是說你們不信有復活嗎？你們的祖先
亞巴郎、伊撒、雅各伯同天主在一起，所以他仍然是活着的，他不是死了，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乜都没有，不是。所以解答了他说梅瑟五书里面没有复活的问题。我记得另外一本福音，听到法利塞人听到耶稣这样答，即是解答了他历来和撒杜塞人拗撬的问题，就大声赞美耶稣，师父你说得真的厉害，曾经这样赞耶稣，曾经这些耶稣的敌人听到耶稣答得这么正，立刻说了一句赞美的说话，他答得真的好。好，那我们听完这些有关复活永生的启示之后，去问和我们的关系，我就觉得刚才我都提过，有复活和有永生的确能够给在困难当中的人很大的安慰和希望，知道自己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复活永生这个才是永远。永生这件事呢，是能够解答了人的对不朽的一种渴望，人性里面呢有一种很自然的渴求，不想人死了就乜都没了，人是很想有些东西能够留低。什么可以留低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人死就留名，炮死呢就留皮，炮就是皮靓的嘛，他死之后个人要他的皮，但人死呢那个名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很想死了之后我的名能够继续存留。所以中国人一句话，扬名声显父母，孝之中啊，意思就是说你怎样对你父母表示你的孝心呢？你能够扬你父母的名声，这个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继续发生。你看看我们有几多纪念学校是一些有钱的人用阿爸的名、阿妈的名，多得很，周街都是。你看看几多建筑物用某些人的名字，是不是很多？这个为我们筹款的人呢，最容易在使到这些有钱人很慷慨呢，就是用他们的名字或者他父母的名字，很吸引人的这种。因为为什么？人原来有一种自然的渴求，想自己或者自己父母的名字留得。你想清楚，你看看几多街道，我们香港的街道几多是以前的人的名字，很多总督的名字，香港很多条街是啲总督的名字，港督的名字来的。人死留名是一种自然的渴求，我们是发现这件事是很清楚。你可能你说我没那么多钱捐，所以我都没机会这样留名的了，但是人始终留名的渴望呢是存在。那有些人呢用一些就不是很正当的方法，比方你是不是去到郊外见到很多石上面有些人用白色的油写下一些东西在那里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在那树那里刮挑了自己的名字在那里，越出名的地方留名的人就越多。我記得我去到萬里長城的月行德高呢，不知道幾多人寫了個名字在萬里長城上面。還有就是你去下一次你去梵蒂岡達多洛大殿那個 Doom， 你走上去看看，沿著那個 Doom 是貼著牆上行，是沒有人看得到你，上面那個牆上什麼文字都有留在那裡，你要什麼文字，中文、日文、韓文，什麼文都有，你看到滿牆都是被人寫了，將自己的名字呢，我的名字留在梵蒂岡達多洛大殿的頂，這些留名的方法就不是很要得，但是人的自然渴求是想留下自己的名字。
甚至你哋睇小说、睇《西游记》，记唔记得孙悟空跳上五指山？喺五指山上写咗啲乜嘢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你话我哋系咪好多人都写到此一游？冇嘢噶，一种自然嘅渴求啊嘛，想自己个名留低，不朽嘅希望系潜藏喺每一个人嘅心底。嗱，从前嘅古人二千几年前咧，教我哋一啲正当嘅方法去留名嘅。上书咧就有一句咁样嘅话，佢话三种嘢帮助你不朽嘅。佢话太上有立德，其次咧就立功，再其次咧就立名、立言三样。立德即系话你嘅德行。比方德兰修女，佢个爱德世界闻名啦，佢已经唔喺度啦。大家一讲佢，就想起佢嘅爱心啊，应该向佢效法。真系再过多几个世纪，大家都会记得德兰修女嗰份爱。立德系好，立功功劳啊，对自己嘅国家或者对世界有贡献，发明一啲。发明电啊，发明一啲发明嘅手机啊，发明电脑嗰啲，真系大家都觉得值得我哋尊敬嘅一啲人，德有德，诶立功有功劳啊，对人类对自己个国家留低。立言就系话有啲嘢我写低，嗱，比方我哋中国人，司马迁嘅史记千载都留名啦，大家都会欣赏佢嘅文章。嗱，呢個係我哋古人教人哋點樣正當地使你嘅名留低，立德、立功、立言。但如果你反省話，三樣嘢我都唔得喎，我冇咁威喎，德又冇，功又冇，言又冇，咁點啊？天主係冇功道，天主以佢嘅德能俾到你能夠復活。有不朽的生命，即使我刚才所讲的几样东西样样我都没份，但是我的名字仍然留在这里，是耶稣自己讲的，你的名字留在这个手，留在册上面，是天主的德能，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某些的功劳使到自己的名字留下来。所以这个自然的渴求是天主的德能，使到我们个个都有份，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怀着感恩的心，因为耶稣复活，我们相信他的人都会复活，耶稣有不朽的生命，我能够分享同样的不朽的生命，所以让我们今天讲复活而得永生的时候，记得这是天主的德能，让我们怀住感恩的心，感谢天主赏赐我们每人都可以去到这个境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请起立，让我们向天主宣发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与被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他不是借他人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本就有大能。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难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明的看法，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永长。我信圣神，他是全能赐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降下，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恩宠，同得光明。他从这先知门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
圣世的圣神之一个，我祈求赦免我和我世的生命。各位尊兄弟姊妹，让我们这个团体，将我们每一个人，连同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与我们社会的需要，向天上的慈父恳求。信有所闻的立句是 Lord of Glory be our prayer。请为圣召祈祷。世人的圣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赏赐更多主内的兄弟姊妹追随你的召唤，慷慨回应，喜乐地担起传福音的使命。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慈爱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世界各地有许多遭受到家人遗弃养、缺乏医疗照顾和受战争影响的儿童，求主保护他们，赐他们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并让他们能够重新找到家庭的温暖。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仁慈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近日天气转冷，加上流感高峰将至，求主保守长者和无抵抗力较弱的人，他们的身体和心神健康，并能得到适切的照顾和关怀。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悦纳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早登天国，享见天主圣容，获享永福。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恩赐我们坚固的信德，让我们怀着复活的希望和爱去生活。主，在我们心里面还有其他恳求和需要，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将心中祷词一一奉上，求你亲自聆听与抚慰。总比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使到我们能够时时怀住感恩的心，感谢天主以祂的德能，使到我们能够复活而获得永生，帮助我们坚忍地面对生活上种种的困难，同埋能够满足我们一种不朽的自然渴求。我们这样祈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各位请坐。奉献命，主信实无变。Thank you.
请起立。各位尊兄弟姊妹，请你哋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同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我常与你受中心。上主，求你垂顾我哋献上嘅祭品，使纪念你圣子苦难嘅圣事，能带俾我哋平静嘅生活。因主耶稣基督嘅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愿主与你哋同在。请举心向上。请颂感谢主，我哋嘅天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住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怜悯人类的过错，甘愿由童贞女降生，受十字架的苦刑，救我们脱免永死，又从死者中复活，赐我们永生。为此我们随同天使、众领天使以及天上的神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周守仁，以及全体教士，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
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让我们一起欢唱全能的主。在朋友中獲得安全。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
除免世罪者。今日嚟赴宴嘅人係有福嘅。主啊，多謝你嚟到我身邊。Doing as the fear.神良而充满活力，求你广施仁慈，
倾注圣神，使天上的德能进入我们的心灵，好使我们时时能保持真诚的恩宠。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最后一项事宣布，在沿岸呢有些义工自制一些工艺品义卖的，是为耶稣会难民服务中心筹款的。耶稣会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缅甸、柬埔寨、非洲、都有些难民 服务难民的中心。这个是香港的教友自动自发为耶稣会的这服务中心筹款，欢迎大家能够慷慨帮助。愿主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愿上主降福你们，保护你们，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们，仁慈对待你们，愿上主转面垂顾你们，赐你们平安。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永寻找。Thank you.